天天气变超好，这个冰岛的天气真的是跟女人比女人还上天，应该是。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发音，加加鲁夫，大概是这样。景色是这样，希望我们走进去会看到，会从这边走进去。这算是整个冰岛旅程我们一直都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来冰川徒步。然后之前虽然有一些冰川徒步的经验，但据说最好的冰川、最好棒体验的冰川徒步就在冰岛，所以这次来一定把这个行程放在里面。它是一整个行程，大概是5个小时，它其实有3个小时跟5个小时的选择，但据说5个小时可以在冰川待得比较久一点，所以我选了5个小时的行程。然后今天天气其实不是很理想，刚刚我们来的路上就一直在下雨，然后现在停了一下，希望等下是干的，如果一直是下雨天就会很难受。你拿到了我们装备，有头盔、冰爪、冰斧，然后我们要先搭车到冰川的地方，大概10到15分钟，然后再走一段才会到冰川。车子停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徒步。后面这个是冰川，很明显可以看见冰川了，这是算冰川的湖吧。但这个水的颜色，跟想象中有点落差，可能是下雨的关系。The ice cap Vatnajökull is the main glacier. We also call it the mother glacier. That's where the ice is formed. So basically, the glaciers always formed on top in the highest mountains, right? In Iceland, in that case, the highest mountain will be volcanoes. So underneath the ice here, there's a volcano.Whenever the winter storms from the South Atlantic blow in over Iceland, they're dumping all their snow on top of the volcano, and slowly over many, many thousand years, the snow has been accumulating, and when there's a lot of snow, the pressure kind of push out all the air of the snow and it turns into ice. So the main thing about the glacier is it's made from compressed snow and not frozen water, right? So when this ice then again accumulat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ice, right now there's around 1 kilometer thick ice up there.A lot of ice that create a pressure. That pressure make the ice almost a little bit more like a caramel. Like it's still super hard, but it can flow and can bend. It's also the reason that they're moving. So it's kind of like very, very slow moving rivers, you can imagine. All the hills around the whatever you see in front of a glacier, there's a hill. It's caused that the glacier's moving. You can imagine when the glacier's moving down the mountain here, if my hand is the glacier.It's hitting into the ground and kind of digging itself, not under, but pushing up the dirt on top of itself like a plow, like a snow plow. And then whenever it melts, it leaves back that hill, basically.不是很明显，但肉眼可以看得见，蓝蓝的。要过这个小小的沟，冰沟。今天在移动，所以向导现在帮我们开路。向导现在帮我们做那个绳，好酷！又下雨了，好狼狈。现场直接用绳。我们现在是直接走在冰川里面了。
也是超烂。好了，我们走了整整五个小时的冰川徒步，我们的车来接我们了。这个真的是超棒，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冰川徒步可以推荐，因为像我看有些人说，五个小时的冰川徒步可能只走三个小时，其他两个小时在前后准备，但这个是完全就是五个小时的冰川，而且我们是走到很深的冰川里。然后其实因为冰川每天都在移动，所以他们有固定的路线，但是我们就像探险一样，就是跟着那个向导，他其实也不知道路线，还是大概去看一下，哦，可能这边可以走，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但是我觉得对体力还是有点要求，体力不是太好的话，我觉得可能三四个小时可以，五个小时可能有点太硬了。平常没有徒步或者是想要悠闲一点的行程的话，因为这个五个小时的话就要抓大概一天的时间过来，但我觉得整体体验是真的很棒，满足了我就是在冰川徒步那么久，就真的是冰川看到宝，好棒好棒。可以看到冰川2012年，大概12年前还是有很大片冰川的，到直接在2018年过后就完全消失了冰川。对，在冰川的旁边呢有一个瀑布，然后大概要走半个小时上去，那半个小时下来。我看照片是有玄武岩，然后黑色的瀑布，应该是蛮好看的。那个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就一路狂叫，哇，这个景色真的是很像在北极还是南极才会看到的景色，为什么会这么夸张，后面一整大片都是冰川，然后这边也是冰川融掉的水，所以就是变成冰川。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冰川融化的那个多夸张，这是2016年，其实在1989年或者是50年前，还是在边界，就是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冰川，现在已经退到后面去了，现在这边都是冰，就是现在已经退到那么后面去了，是有点感伤，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踩在冰川上面，但是今天这个湖就是冰川融化的水，我们这边有几年就消失了，真的是可以看到那个冰川在慢慢消失的。可以看到海豹，刚刚有看到一只，但是没有拍到，在这边，超可爱的。这边是刚刚那一片冰河，然后这边呢？就是出海口，就是北冰洋，所以这边呢是那个跟海的交界口，就是这边冰川的河湖水跟海水交汇，所以这边有一些旋流。我整个他们在那个国家队里面都一样，超可惜。然后再往前走是沙滩，黑沙滩，然后这边有钻石，有些冰块，然后就叫钻石沙滩。Thank you.